그 그래서 승부까지 왔나? 사실 그래도 지금 허가 해제 이제 왔던 화신회의 시험
咱就要讲的，做你信号，伊当然伊是定阿弥六千的，迄个第一天，哦，叫做数天的天嘛。啊，数天的天人都伊若出世了后，咱人容易失踪。甲你讲的伊有足大福报，安尼对，所以咱就是讲的，伊是修习善道，伊是修数天法，毋是在因缘法，叫伊是修六万的法嘛，吼、哦，修习善法。那实际上，恁知影就是要袂跳出六合论，啊，就是上面对嘛。啊，只不过恁即个三十二上这个物件，是一块经典，啊，无讲做连三十二上是什么因由？啊，无你了，你又做当问嘛？三十二相是来自什么因由？哦，你等下查看卖，不过伊我袂去查这个，哦，但是因为基本上来讲起，伊是哪个当讲上，他不是是三十二相，还是？概念，所以一下子出来迄概念吼，所以咱有清净化心嘛，有圆满度心嘛，有千百万的化心嘛，叫做千百万化心分嘛。啊，化心分就是一个相，等你若化会出来，拢总是一个相嘛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咱后面就你个爱去三个相，是咱家己要爱到底是因缘安尼念，那基本上讲起来，经典朝鲜。但是有三十二相的人生，有八十种的人生清啦，啊，出来难嘛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本来是因为当然上个条件是，伊在难讲，我感觉当以三十二相来得见出来，跟你讲个，伊讲你会当照着专门信奉的这个在你那庄严的相，会当你看到无人的信奉，这个一句话是真的。啊，当然，伊边有伫即个相，边个看到啥物件？咱知影，凡所有相，互你无论偌重要个相，别当看到个相，拢是万法之相。它绝对不是这个实相，它是万法之相。那既然万法之相，互你搁偌好个物件，偌重要物件，伊嘛是一个相，安尼尔啦，吼。啊，所以你见着出来，我先无，我就想讲，你甲看到囝尔啦。哦，你讲话庄严的相，你嘛是看到看影尔啦，对无？看到我的本尊啦。啊，伊咧讲可以发心，啊，发心就是哪？这个发心，你跟我，这个不清不掉不明显，这个佛教在心不清常不掉，哦，这一定能够达到欢喜啊。所以，或者是讲，你今日要好相的你，伊用着足济物件咧甲你比如，哦，叫你唔识接。哦，有法定思想，有法定思想，拢不是菩萨，安尼对啦吼，这是安尼啦。啊，像你若要三十二相内底当中，你若参考特别原因有啦，哦，这个查咱是一直查知影吼。但是三十二相的名称有，八十种的名称有，但是无路个 copy 出来。那我唔知你叫我今个对象过完就出来，啊，可能就他不要爱。到讲过啊，也是啊，都有影响滴。不过我是嘛无把遐物件偷偷啊念，把遐作废时间个啦。啊，遐无重要啊，你是咧比喻尔，遐无重要。安尼对啦，吼、哦。好，我分得啦，分得啦。什么样个啦？